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宜兰，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小放盘，果然威力惊人。宜兰的山区大雨落袂停，台七线甲台七甲线有几啊段的道路，拢因为土石放落来断路了。目前车南三庄的游客也持续咧退离。啊，那台七线的明治三庄有超过300个人掉伫迄个所在，无电通用了。这个当中，阁有感情的患者等要落山来提药啊。啊，公路总局嘛拢无休困，一直咧抢通道路，撤离游客。记者后面这边就是这次发生土石流的台七线的路段，由于坍方的面积实在是非常的大，再加上雨势一直都没有减弱的关系，现在公路总局是确定抢通的计划将在往后来推迟。山顶落大雨，山壁阁出现水墙，工地人员无用气一直咧赶工，土石嘛赶快一直连落来。宜兰山区台七线、台七甲线沿路真侪防线所在。排队领泡面、矿泉水，台七线因顺路段放弃，昨暝要300民众，特地到车南三庄过暝。不过，佮加上三庄本来大游客，人数已经超过400人。两点都要困在这里。啊，晚上睡哪边啊？啊，就他们的会议厅啊，就坐着睡了。一直真的就一直待到现在，我们就快要疯了。我希望今天可以真的可以通啊！大家心情拢真歹，游客全部拢伫咧等山路通路，靠小台车接送。台七甲线车南三庄游客继续伫咧退离，而台七线明治三庄员工加上游客超过300人，每16号拢踮伫咧山内，因为天天爱靠发电机，即摆油料嘛要用到。开火去提供给客人食物的话，我必须要有电。有一个住客他是乳癌的患者，他的用药到今天就用完了，所以他也蛮急的要下山的。不足爱靠车南山庄到山岗尾，不过这么一个所在有土石流，和救援任务更加难。派出所的所长联系上那个施工的厂商，他们现在要上来这边帮忙用怪手铲除一个路道。这摆连山风台加上淡么几风强关后雨，福建人上大雨。路灯器山顶阁停电，有渔民要400万的鲈鱼全部死了了。宜兰县长林祖苗嘛来到灾区看，了解灾损，看会当补偿偌济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